他就是让无数男女都想娶回家的海参一哥。我六十多岁了，都想把他带回家。羽毛球还买。岑师傅的魅力在于这道令无数年轻人都着迷的花椒海参火锅，只选用十几种精品药材，泡上千年花椒、万年海参和清远飞来的小鸡，一起熬制两小时，鸡肉紧致有嚼劲，海参爽口又弹牙。吃完再喝上一碗汤底，第二天都能跑上5000米。有个男的结婚前一个礼拜夜入嚟呢度一两餐啊。